在上集我们看到了 David 和小安绝佳的默契和深厚的友情，这集我们要带大家更深入了解真实的 Dears， 从爆料大会中选出让人幻灭的成员进行小小的惩罚，两人为了维持女神形象不惜互相厮杀，超爆笑的画面千万不要错过。自拍本开始和我进行慢本然后麦克风什么叫什么猪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好惨man 然后 OK OK man 活泼诶怎么都还蛮好的我刚易怒哦、oh, OK OK 假面哦甜心哦你指谁你指他为什么经纪人指他为什么没有啦应该不是这样说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 没有假但是是因为可能我比较比起来我比较放就是可能我比较外放就是外向啦外向不是外放外向就是可能我都就比较 更大辣辣跟他比起来他个性比较硬一点对然后 可是没有假、嗯哎，经纪人怎么样？有什么话想说？没有啦，是因为我太像男生了，对，所以硬要比起来，所以可能经纪人刚才会指他，对，误会一场。太好吧？没有吧？怎么有我？没有吧？哎，我很爱整理家里，很爱有吗？有啊。你说现在？对啊。我都自己在那边拖地、扫地，然后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自己去洗衣服、晾衣服。没有是没有真的比过但是就是都还蛮可怕的我们有点无底洞就是会那种我们每次都是要把自己逼到绝路就是那种吃到觉得快吐了那种我们才罢休其实我从以前就是我是从小到大就很会吃吃到我家人都说你不要再吃就是我真的几乎嘴巴一整天没有停过那种而且我不太挑食然后我之前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每天都吃三份早餐就是每天我就经过早餐店我先买三份就是可能一个蛋饼，一个可能吐司，然后一个汉堡这样之类的，然后就是每天吃这样。然后我吃到我国中毕业，我就把我的胃吃坏了，我就吃到胃食道逆流。就有一天我是胃超痛，是痛到那种站不起来的那种。然后我有时候会吃到终于回来。我刚刚想到那题到底是什么？我刚刚到澎湖了，不好意思，差点魂飞。解释太多我的胃食道逆流，总之呢，就是我吃到我胃食道逆流。应该是他吧？他蛮常，我蛮常被使唤的。有吗？还是说是我问题？是我很容易被人家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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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大家都会这样吧？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去哪一个什么？你去干嘛一下？哎，你帮我拿一下。因为他就一直常处在状况外，你知道吗？不是，可是哎，那个讲他说哦好，然后大家都说你去帮我倒两杯饮料。哦，好，就是我很容易被使唤，对，帮我拿一下，我就好，就一直拿着，然后人家也都不会，就是觉得很好笑，这也是生活乐趣之一，对啊，对不对？这样你可以很挺生活很刺激。但像我很忙哎。他我会被代替发言了耶绝对是他他吧他就很多之类的没 有我真的还好你应该同时有很多个过吧有啦没有你比较你比较多吧没有没有他比较多真的他哦那绝对他他吧是从小到大绝对他你应该没法算过吧你看 他没有算过不是我是直接可以算出来就是超少很少你是真的有跟我告白的人吗是包括男朋友告白的好像比较少哎，包括男朋友，真的手指数得出来？怎样手指都数得出来？不是我说不会超过你应该超过，你要两双吧？两双，两双手，你不可能十双，我不可能十双，你就十双，你就十只吗？绝对在十只以内。那交过几个男朋友吗？是很认真的算的那种吗？就是国中，不是国中那种，你算吗？算啊，国中算。好，我想一下，你先。你要想一下，我想一下啊，因为就我时间有点久了。四个。空窗多久啊？
空窗多久？秘密。他不方便讲。没有，他比较厉害。屁啦！你看你到现在还算不出来。没有，我现在完全已经忘记了他。四个还是五个？我说你都忘我。三，还是有偷偷四，偷偷多几个。突然失忆耶，四个吧，好像是八。在工作上遇到了，比如说男艺人，他们会先跟谁打招呼？他，因为他比较容易跟就是不是，可能别人跟打招呼他不知道啊。没有没有，因为他比较会跟他人家聊天，或者是可能拍照。之类的，然后我对啊，就是结束可能会拍张照，拍张照有吗？有有有，然后我可能就我比较不敢，我就躲在旁边这样，他就闷骚，也会这样吗？见色忘友，你也蛮见色忘友，我超级不见色忘友，有吗？有，我都陪你，你有，你有，我都陪你，你也有，你有，我不知道多少人生时间都花在你身上。你没有，所以那个不是健身网友啊，是一起耶。对啊，所以那不是健身网友啊。对啊，一起。对啊，对啊，真的不是健身网友啊。对啊，健身网友，健身网友是有男朋友就消失，对不对？那是你。我没有，不是，我根本没办法消失，我根本没理由消失。是他，是他，真的是他。没有，是不管我们怎样出去，就是他可能之前男朋友一定都在，就我们都变成三个，就是不是健身网友啊。小安都没有带过他。他都自己不是自己我那我就没有男朋友，所以我就一直缠着他们。之前对，我就一直缠着他们、嗯。对，所以我不会消失啊，就是是一起分享。小安比较容易消失。对，我没有，你怎么又这样讲？他吧，爸这真的是你吧？是吧？这真是你吧？你承认吧？这这你该承认吧？可是前面真的都没有。很想解释吗？没有，我根本就还没来不及。结束吗？他拍一个解释一条，想让他讲。来不及解释，然后这个整段就结束。没有，其实真的不用解释。我也没有懒惰，我只是爱睡觉。只是比起来，对他就是我只是很喜欢睡觉，就是一直很容易睡着。对。我啊，那比如说怎么样的情况下怎么样？你会比如说排队排很爆？我不喜欢排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我是我觉得我心里怎样我就会怎样那种，就是我比较直一点，我就会表现出来。不喜欢藏在心里，踩到脚应该还好吧，除非就是你说就是流血之类吧，流血可能会生气啦，但是如果只是踩到没有受伤就还好。在针对他出的，针对我出的，好爱放屁哦！而且就是，而且他的屁我认得出来，不是因为我很爱，我有我超会认他的屁，因为我很爱吃番薯，所以我就会比较容易排气，你知道吗？而且他好事啊，放屁每次他一放，我下一秒马上就说你放屁，而且他放屁都没有声音，不是我啊，没有，真的是你，有些真的不是他，因为我看得出来，有时候真的没有人承认他的味道，我跟他跟经纪人，但没有人承认是谁，对啊，有一下味道，就很。毒，感觉积很久，很臭的那种。吃番薯好吗？番薯蛮就是很喜欢吃番薯，就真的很臭，很臭，臭到会有点头晕。真的太臭，我每次夸张，我快要昏倒。可是因为没有，可是因为大家工作场合又要维持他的形象，我只好默默忍下来，就是好，不要讲，不要讲他放屁。我觉得，对你又放屁了，对，就用眼神这样。哎，这样大家以后闻到很臭都以为是我放的。没有。大家分不，大家不会分你的屁，只有我分得出来。不是你现在这样讲出来，大家以后可能我们在签唱会有什么，有点可能就是有人放屁，然后就会觉得是我，说不定很就是你啊，我很久没有放，他很爱，他真的很爱放屁，他都说什么放屁不能忍，可是我觉得放屁明明就可以忍住，如果大家工作场人这么多，可以忍一下，不然你可以走远，忍不好吧？你可以走远，不走远，放一下再回来嘛，放在原地，人那么多。然后每次都只有我闻到，不知道是别人就是没反应，还是怎样？就你特别敏感，说明根本没味道、啊，是真的有味道。看的话，我要来统计一下，听起来小、啊，应该不用统计了吧？就你啊、我就是一直躺着也中枪、啊，没有是真主。
没有，因为我没有时间可以解释跟讲，没什么好解释的，我都被代替发言，没什么好解释，真的，他是我的发言人。对，那我们现在就有请小安来接受惩罚，他现在用他那圆润的屁股来写我们 Dears 这次的写真 EP Say Yes， 开始吧。等一下，可以吗 ？S S， 哇，有没有就是 A 要怎么写啊？很性感，你可以写小写。对，其实小写比较好写。好，来 Y 大写。对对对，看你想写什么写都可以。有没有很可爱的屁股？好 ，Yes。一。一，很翘很翘，怎么样，好玩吗？哎，我写到哪里了？趁机运动一下 ，S S S， 趁 S， 哇哦，好了，好，很好，好了，结束惩罚怎么样？有运动到了。算是有运动到，不错，好开心，可以写得蛮好的，谢谢大家。喜欢今天的专访吗？应该很精彩吧？喜欢的话要订阅哦，分享。